帅啊！你叫我干嘛、啊？谁在叫你啊？抢我啊！抢我啊！不然金城武的歌也让我听听看嘛。哦，好好啊。哎、欸，就还好而已嘛，就这样 passable 马马虎虎啊，就这样子。什么啊？不然你唱一句来听听啊。唱一句，好啊，当然没有问题啊。DJ drop the beat， DJ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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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J， 看来是你太丑了吧 ？DJ 都不翻越，好尴尬、啊。大家叫一下，大家叫一下，别叫声嘞。好了。不够温柔，不懂幽默，爱不曾说出口。哎，停！你唱的什么东西啊？我的脆弱心灵受重创，隐居该有多好啊！才看远离这白痴，受到重创，隐居。唱一句，让我们欢迎下一个节目，唱一句。刚学新动作，练一下才不会忘记呢。哦，阿伯不会啊，来，这位暖身啊。哦，累，哎，跳。说到底啊，亨利到底回来了没啊？亨利阿伯回来啊，安怎？哎、欸，他最近练男夜真的都练到很晚呢、欸。嚯、哦，刚午夜，我逃到看咧大一女团员拉学妹啦。嚯、哦，讲到迄男友职业，我甲你讲，迄、那个讲大义，佮讲家己台柱迄个，敢袂歹呢？哎、欸，对嘛，对嘛，对嘛，去年我们一起去看的嘛。可是啊，我还是觉得他们的创意剧最好啊。他们除了剧情精彩、幽默以外呢，演员们真的是男的帅，美、啊、呢、啊。你还跟我点拍摄啊？啊，没有啦，开场路也不错啦。怎么跳？怎么跳？等一下，认真洗澡，你在干嘛、啊？亨利，你回来了。哎呦，亨利啊，我头都快点，你连大一女超强啦，学妹。哪里妹啊？这主战发夜点啊！我洗澡洗澡，在干什么？吵死了。谁辛苦？谁辛苦？谁辛苦？哎、欸，奎昂，安怎啦？听无啦？新疆还有酒吗？就甲你讲听无，好，你甲自己关起来讲话好无？我说，冰箱还有酒吗？很亨利，你是很明显啊！冰箱带的给学长关起来，你是袂记哩哩？干三小被搬走了？阿兄，你都在忙那个什么男友之夜，回来睡觉啊？靠北京，你是蛮久了。看，我有在回宿舍睡觉了，好不好？创意剧又不像会长剧，这么晚放了回去睡觉了。干，洗完澡就是要喝啤酒啊！哎，黄，你俩去买。哎，那是刚必带哦。哎，好了，等一下我去买啦。买个四罐好了。嗯，为什么要买四罐？啊，就学弟明刚搬进来吼，大家一起喝个酒。干，对哦，学弟搬进来啊，学长搬出去嘛。我靠腰，我一堆东西堆在他桌上了。靠腰，而且现在叫你请你不请学弟来，看到床上那么多卫生纸，你觉得那黑色臭谁？哎、欸，你搞错资料哦，你床上卫生纸拢是你用啊，我跟你用够定嘛。嗯，停，我是说，我现在就想喝酒。哎、欸，靠，你是打枪是不是啊？干无影无，哎呦，学长。大一女好久没聊，以后别做朋友，朋友不能牵手，相爱你的冲动，我只能笑着带过。靠腰，唱屁唱哦！所以学弟是哪里人啊？
好像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吧？干，我拿住是，我们这些毒蛇人生好难哦。有多难？比名侦探柯南啊！好呀，陈腾林，你家己人，你搞邓来一些靠背哦。美国回来还是毒蛇啊？和好了。啊靠腰嘞！哎，口阳，东家，我的肥皂滚过去你那边了。看，崔丽今天是白痴，你刚才去喝不？吼，帮我解一下会怎样啊？踩下走。哦，好啊。阿彩，所以你要说什么？没事没事，你们继续。不然阿彩，你帮我剪好了。不要嘞，是谁？是谁剪走我的肥皂？啊，没有啦。干，彩那天你有病哦，酋长。我剪一下肥皂啦！他在忙啦！哎、欸，我帮你剪，剪好。啊，干！干，陈一婷，你有病哦！这是口洋的肥皂吗？你叫他过来干嘛啦？这不是我的肥皂，把我的肥皂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口才念婷，你会长去看太多你哦，真是受够了！邱兆阳，医学系的，救一下室友行不行啊？干！口洋，你洗到淹死哦！那么安静。我阿公阿婆有吗？他在帮我洗头了。伸手帮你洗头。口洋，不要、不要这么快。你这样我会把翅膀阿仔，你把讲一声。干！我什么都没有听到，什么都没有听到啊！哎，口洋，亨利他走了。哎，不要哦。哎，阿仔，帮我。看一下现在每个职业的进度。哦，好啊，看一下哦。上一次会长剧跟创意剧说他们剧本还要再改，又要改剧本，都改几次还被改。总长，您不要生气嘛，我已经催他们要尽快了。只要上次你告诉京剧他们台语说得很破的问题，也有很大的改善。其他剧跟舞的进度都可以，整体进度不错。然后你交代给电击之夜那群理工肥宅的任务，一切都很顺利。您这么漂亮，他们平时苹果都在为你做牛做马。咋来了？嘴巴那么甜，又怎么了？快说。上次负责设备的厂商说我们预算不够，要再追了。啊？这什么情况？你现在打给厂商，我亲自跟他说。快。喂，洪伟珠先生吗？我台大鼓啦。对，就是我们总教上次说那件事情，他想亲自跟你谈。好，你等一下，我电话拿给他。喂，洪先生，你现在又要增加预算是怎样？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校方那边你什么都不用担心，我早就从校长到主任，主任到助理，助理到大笨鸟，全部都打过招呼了。再来，国大那边不管是灯具还是音响，我跟你人格保证，四天三夜三大夜，这些有的没的道具，我说一他们不敢回，二我说动他们动都不敢动。你现在又要增加预算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吃饱太闲，生意不好，还是想要找人呛虾啊？我不想听你那边说什么狗屁沙，预算我不会动，你自己好自为之。总长，你不要生气嘛。同时担任三大夜总教高，我分身乏术，真是没办法啊。好想复制好多个自己哦。可别问心都金子比翻身。是你。总之你表不最很恶心。没事，应该是我看错了，怎么可能会在这里看到他。手机。喂。叫你们老板出来，这怎么宣传啊？活动组织目的通通没有讲，流程又讲得不清不楚的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最好是你们联络方式呢？这样就想叫人掏钱是不是？卖车比较快啦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我们的活动组织是绑架，目的是骗到你的钱。
如果你想要联络我们的话，可以查询我们的粉丝专页，或者是扫我们的 QR code 哦。够了，想要当脑袋要长大脑啊！下次打来进步一点好吗？那你可以跟我说声加油吗？加油！哎，总长，怎么了？就是刚刚国际职业副招打电话来啊，说你有一个协调会要开，在十分钟后。十分钟后，我等一下冲过去。啊，你要记得带上次合约书哦。啊、靠，我放在宿舍。你跟副招坐一下，我等一下冲回去拿。好。干你个雷物，这台阶到底怎样啊？啊，谁都说要阻止我。都已经这么努力了，为什么总裁还是把事情搞砸？我只是想做好事情啊！你怎么了，奶奶？小王，好了，不要哭了。终于，查查查，看，我算是洗完了。哎、欸，杰子，今天为止，你回到台湾还习惯吗？我回到台湾哦。嗯，我觉得除了那个 P class 之外都还不错啊。看，都大学了，还在测什么跑百米几秒？跑百米几秒，我真的觉得很蠢，很蠢。你一定要在那边很蠢吗？我就回台湾一直口音改不过来嘛，我会尽量改过来的。哦，我是刚刚讲哦，安尼很可爱呀、啊，靠背你。哎，我知道，以后若遇到三声，我们都学节日讲三声。干，狗屁啊！三声，我刚刚讲哪里？哎，啊，对，我是要问你说啊，你回到台湾有没有遇到困难啊？需不需要我们帮忙的？困难没有啊，为什么要问？就是有一件事情我想要跟你讲，可是我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讲比较好。嗯，想讲就讲啊，有什么好不敢讲的？好，那我就说了。杰志啊，你不是晚上睡觉会做噩梦啊？啊？就是啊，你常常会睡到一半就开始说一些梦话，像是“不要离开我，对不起”之类的，然后就一个人哭得很难过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们都不敢叫醒你，怕吵醒你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们都不敢叫醒你，怕吵醒你。哦，真的。啊。哎，杰志，你愿意和我们聊一聊吗？好吧，不过我想喝酒酱。零岁零龙零喝，哎、欸，给我啊！谢谢啊，我的嘞，谢。我明明都已经这么努力了，为什么还是没办法像他做的一样好？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地方啊，而且你说他是谁啊？小王，我跟你说哦，曾经有一个男朋友，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他，他是我的初恋。我们每天一起吃饭，一起上学，一起去好多好多地方。可是他离开了。后来我厌倦了他的个性，他变得胆子小，又失去梦想。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没有未来。他跟我提了分手，告诉我希望我能找回原本的自己。曾经的他充满着干劲。以前的我很独立，但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把事情都安排得好好的。我就养成了依赖他的习惯，是他变了，他不想让我的世界一直围绕着他转动，所以他才选择了离开。可是我还是很喜欢他啊！为了证明没有他我也可以过得很好，为了证明我配得上他，我一直努力想要让自己变强。可是他消失了，他完完全全的消失了。国中毕业后，我爸被公司派往了世界各地，我们先搬到了土瓦鲁，后来又搬到美国。从此就和他断了联系。我没有放弃，
我一直一直努力，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强。哪天他出现了，我不会再只是他的累赘。可是我好怕他就这样忘了我。可是他开始出现在我的梦里面，我每天晚上都梦到和他在一起的曾经。我好后悔我当初的决定。我好想你。截至你啊，算了算了啊，这种感觉我是没的啊，不过就当我听心的感觉。喝酒喝酒啊，喝我大概知道了。可是你身边不是还有很多值得你珍惜值得你重视的朋友或家人吗？你为什么要执着在一个不会出现的人身上？你什么都不懂，与其让整个世界喜欢我，宁可只被他喜欢啊。你怎么可以那么自私？为什么不行？因为我喜欢你。明明知道你的心里不可能 有我的位置，明明想离远，那我却做不到。你知道我多难受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。我干你娘的，我干你娘的。是创意剧。每一年都会有很多人问我们创意剧的特色是什么，但我们必须说，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去定义创意剧的特色是什么，因为每一年的创意剧都是由每一年不同的人来诠释。在舞台上的我们都是最真实的自己，我们的风格最自由，所以不多说，我们欢迎你们加入来诠释今年的创意剧，明年的创意剧。